请大家镇定，不要惊慌。中间的门由于机械故障不能使用。The middle exit cannot be used due to mechanical problem. 你背后，哎，我感觉你学过。Passengers seated in this area and this area, attention please. Yeah. 你这是什么？你们开始秀哈，来哈来。坐在这一排的旅客到这一排的旅客请注意，请注意转身了，右转，请右转啊，好，对，请注意，撤离时请从这边的出口。This passenger seat 这边的门不能撤离、啊、什么这也太难了吧，中英文夹杂在一块儿，这个太难了，哇，实在太难了。我那时候真的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到了十一二点困到不行还没做完作业的小学生那种感觉，好可怜。我觉得春哥这个首先我们能背来，春哥背不下来了，相信小春哥。哎呦，好难记哦。哎，今天很累是吧？哇，这些你都要背，都要背。背呀、啊？怎么背啊？You will go through these doors if this door cannot be used, use those doors. 对，你要对你负责的乘客来一个就是脱出口的介绍，可以脱稿来一遍吗？哦，不就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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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就是这个，我背不了，我背不了。就是咱们就把这个很难是吧？哇，好难记哦。而且我自己英文是非常的烂，非常不好，还有讲这些，不找谁讲，也不是脸，也不晓得什么语。要稍微歇息一会儿，这回，哎呀，哎呀，哇，对了嘛，我的帮徒，帮徒。哎，你都坐在我旅客的位置上，请问您从哪个门撤离？我是从这边门。对，如果这个方向的门不能撤离，请用内侧的门撤离。哦，我也是。那英文呢？不要英文，你是中国人，我干嘛要问英文？对啊。这些也要记。哇，困了想睡觉了是不是？想下班了。想下班了。Remove eyeglasses。你东北人？你东北人？我东北人。哪里？辽宁，啊，几岁？我十九，十九岁小朋友，嗯，咱们一起来背课文了哈，来嘛来嘛，手势都是对的，来都通知完了，哎，你坐下，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乘务员将告诉你最近的出口位置，客舱确认，请使用这辆乘车，嗯。第一排旅客，几排旅客？请这一排旅客和这一排旅客，请注意 ，please attention please。撤离时，请您使用这舱的出口撤离。如果这样出口不能使用，请使用内侧出口撤离。Use those doors。撤离时要安全。撤离时不要带行李。请问你从哪个门出？我不知道，我听懵了。太乱了，再来一遍。手势啊，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乘务员将告诉您最近的出口，客舱确认。坐在这一排的旅客到这一排的旅客，请注意 this area and this area, please attention please。再来一遍，可以了，来吧，从这个出口撤离。一群男人在那儿。挤在一个房间里热火朝天的学习那种场景，为一件事情努力的那个样子，我觉得挺可爱的。我们几个互相的默契配合好的话，应该可以没问题。差不多，没毛病，很棒啦！这么快就几遍就会了。我们四个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胸章嘛，中间是我们学校的校徽，两边是那个翅膀，翅膀呢代表是飞行。希望你们今天在这学校的大撤，以后永远不用用到了，永远不要用到了，祝大家都平安。
然后明天我们一起加油。谢谢谢谢谢谢，一定可以。那行，那哥哥们早点休息吧。好，拜拜，晚安，拜拜，低头弯腰，紧迫用力，